没有看过妊娠。妊娠不是也是直的？是直的吧？没有，妊娠纹是横的。横的，对啊，对啊，横的啊，他那是直的。对啊，你那是直的。对，为什么会有直的？直的妊娠纹，人家是就奇怪呢。你胖的方向跟人家不一样。对，我胖的方向是这样吗？闪电状，闪电状肥胖。好的，我们刚刚就是聊到了一下关于妊娠纹。对，为什么卤蛋这么胖？那帮他想办法减肥。没有，他们刚刚我肚子上面有那个以前减肥的痕迹。他刚才伸懒腰啊，然后我看到他那个痕迹。LD 说他是妊娠纹。妊娠纹，我想说你妈是死白痴，你怎么有了？我怎么可能会有妊娠纹？很神奇，也是直的这样子。对啊，我的是直的，一般是直的吗？可你是长胖，它就这样子被撑开，然后就有那个痕迹在，那不一定。哎，那代表你之前更胖，对不对？对啊，所以现在有瘦？没有，就是最胖的那个时候，到现在还有现在还现在不是最胖的时候，就是高中啊，我在高中之前还蛮胖的、啊。你以前不是比较瘦吗？没有，那在更之前，他当兵前后的时候，我高中之前都很胖，高中之后瘦到当兵，当兵之后胖，嗯，所以我大约四五年的时间，连瘦的，忽胖忽瘦的，然后在这段期间也交到女朋友、哦，如果现在没有女朋友的话，应该也差不多瘦了。你觉得是他害你的？这是幸福胖吗？嗯，就是会开始放纵，我觉得没差。那对、啊，你以为因为这样维持身材哦、喔嗯？我以前是因为这样子维持身材，后来觉得没差，也还好吧，没差。好的，那我们这一趴呢，就是这个 Steam 啊，最近在夏日大特价，好像到7月4号还是几号忘了。你有去拉游戏下来吗？我买了，目前买了五款而已。哪五款？五款算多了。就是上次我们不是有玩那个嘛，僵尸很像卷的那款，因为它半价了，我就买了。哦。还有 Call of Duty。矩阵时刻黑色行动三，对，它也半价，我也买了。然后还有一个叫《Mafia》，四海兄弟，四海很旧了，它在今年10月还11月要出三新作，上一代好像是2011年的事情。然后因为看起来也是蛮有趣的，就那种，难以形容，反正就是玩哪一种类型的啊？黑道。GTA 啊，类似那样，然后是更古典的那种黑道时代，三 D 的吗？嗯，就也像 GTA 那样啊，第三人称设计，半动作这样子，就是拿冲锋枪出来扫那个时代，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开一些那种老爷车啊，布布啊，不懂，撞人的、啊，对啊，然后还有一款，因为我以前不是玩过一个造桥大师那玩宫崎骏什么的，他其实有出一个很新的，也不算很新啊，但是1月还2月的新作，就是你要造以外呢，你还要自己开车，看能不能过那座桥。对，就是那个车子是你自己开的，原本你是造好让车子让车自己去，现在自己开，而且在因为它就弄成有点像风火轮小机车那样，你要做一堆关卡一些障碍，然后让它可以转一圈之类的。对啊，然后挑啊分啊，看起来蛮炫的。那个时候一直很想买，然后现在半价我就买。你看好买吗？还有一个是史丹利的语言，史丹利的语言就是哦，我知道，就是一直按选项，然后对啊，就是一个旁白跟你讲东西，还可以去对应。对对对，那算文字冒险吗？不算。算是互动式，互动式的互动，就它是 3D game， 就像我们刚刚玩那游戏，就是它就开始一开始就会有个旁白，他说你是一个什么工程师上班族，对，然后你要开始你平凡的一天了，对，然后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就是这个游戏很自由，你可以爱干嘛就干嘛，但是旁白会开始跟你说你怎么在做一些很智障的事情之类的，因为你没有照他讲，比方说他就会说，比方说他会讲说史丹利现在看到有什么东西，他决定把它拿起来，你可以决定你看你要不要拿，你如果不拿的话，就会用其他的故事来走。他如果拿了，他就会用另外一种故事來。中文版的没有啊，英文，可是有汉化打。汉化打汉化去找。然后因为他好像原价200多吧，现在打85折，那应该说15折，只要79块。79块台币，用100块，太便宜了。我就怒买，受不了。就目前是这5款，其他的话每天都会开上去看一下，还没有看到想买的。啊，每天更新不同的就对了。好像是，可是其实会看到一些重复。对啊，好的，那其中呢，我们今天刚讲那么多，主要是现在有一款叫做《Ben and ED》，就是我们要玩一个僵尸，蛮特别的僵尸 ED。然后我们要玩一个 Run Dead， 就是一直往前跑，然后去拯救自己的好友 Ben。这一款我大概知道是什么，因为之前好像有看过，本来也有想买僵尸跟人的好僵尸朋友的，后来觉得哦对嘛，就是一个僵尸去救一个小弟弟嘛。你要救你的好朋友僵尸跑酷。New Game 进游戏画面。就是一款跑酷啦，然后你是僵尸这样子，对，只要你的头没问题，就你就可以一直往终点跑去這樣。哦，只要头不要被受伤，不要掉就好了。哦、oh. ，This is Ben. He lives in a
crappy word next 怎么 Ben 的话好 One day Ben found ED the first undead 第一个不死人They become friends. 他们变成了好朋友。他拿着肉，他拿肉，他妈他妈的晃他。Hands show master head father of land 哦。听说了他们 ，he took them， 他将他们分开 ，to use land， 利用他们参加死亡比赛 ，for the greatest 办一个秀。老板坏，为了让大家看一个僵尸秀，他把小朋友抓走，对，然后僵尸去救他，就是玩家，看有没有上下左右可以跑，跑跑跑，然后现在说游戏氛围就变搞笑了，对，跑跑，这可以跳，左边，这边，撞倒他就好了，撞倒四个堆叠起来的那个罐子塔。这个好像要按住 Ctrl， 不行吧？按那个左键可以翻滚，跳。哎呦，你刚刚是站在空中哎！哇，把我头丢过去啊！按住右键，丢。好，我们还是可以，还是可以继续动。滚出去吗？啊！合体，指挥艇组合，找回身体，还不行啊！你要撞倒四座塔啊，这个吧，没有，是胶血啊。哦，这个按一，哦，开门，哦，我这是后按一开门，我想是这个，对，就是那个 checkpoint， 好，那就过了。耶！所以推倒罐子塔不是必须，那只是加分条件。看不太出来。好，然后这样就是结束了嘛，我们就可以开始玩 level count 玩游戏了。Round two， 那就可以开始 run。这款我之前本来有想买，可是我觉得它就是这样子而已。嗯。对，我不想去玩。不喜欢僵尸跑酷吗？我倒不喜欢。叮只是跑得没有那么快了，没错。Checkpoint， 我还有头，跳，无敌耶！这下头还可以哦。哇，头再被去掉，不会发生什么事啊？哎，下不过了，不行。年纪大了。噔噔哦，六。Checkpoint， 哦。耶！刚刚怎么没有罐子啊？啊！你被打下去了，死掉。Go， 很嗨啊，小鸡鸡。啊，小鸡鸡，重新被小鸡鸡骗了。嗨，赶快去踢那只鸡。哎，没事，他那只把你敲昏的样子，不是破坏性，好像是没差。上去。嗨。不要等一下。哎。罐子啊 ，checkpoint， 不过它是单行道，所以不用太特别去找罐子的感觉。嗯，应该是，我觉得有一些会做成需要去。哦，可能要往下跳之类的。这个翻超好，我像是沙箱的转播，应该是那个摄影机吧？对啊，转播。我跳，往刀片跳哦，哇，我是八面玲珑。耶，顺顺的。差一点。走。其实他也没有时间在倒数啊，所以他最后好像也是会算时间啊。最后统计的时候，他前面你时间用再久，他都不会算你失败的。所以你如果想要拼一些分数的话，还是需要那个。多。智慧
哎哎哦，这很快。我蹲下来，哇！枕头，你的头皮。噔噔噔噔。哎，干刀片对你无效的样子。噔噔噔。过高了。哦。耶！哎呦，当僵尸真方便。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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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蹲下来，哦，你的头。啊，糟糕，身体掉了，没关系，没关系。噔噔噔噔了，这样好像比较方便。一颗头粪啊，这个被削了，看来还是会被削啊。被头再头再被刀削一次，还是会被削了。看刀了。然后我就死在这里，留下血迹，血迹斑斑，记录的。哦，我刚以为什么可以。哦，全拿到了，真的。看来之后就知道了。Hello， 哎，那不然他一定会被吸走，送到下一关去了。哦不，耶 ，You made it！ 噔噔噔噔噔，哇，好像还蛮不错的，你就只有一个地方没有那个。对啊，我其实玩的蛮好的，好像看那个吧，看你到那边时候的那个有没有缺残缺。对啊，那不如他妈失败就自杀就好了，好像有道理。哎呦，大肉铁球！哎呦，哎呦，没事，爬起来。躲！哎呦！啊！为了拿一个罐子，罐子骗你。没关系，他拿过就不会再出现。可以堆尸的意思。哇，好快，好快！往左右躲。总是有奇怪的鸡在路上。哎呦，不好意思。哦哦哦，这个没有手，是不是吃鸡你的手会长回来啊？你看这个没有手，它就会僵。吃鸡手会长回来吗？还是我不知道。会不会看如果遇到哈，就去吃它。撞击。要不然掉个部位，如果到一直到后面的话，干到不会都不回来，只要只能自杀。昏。嘿嘿嘿，这个不知道哪里。这样也可以，毛毛虫。叫虫，叫，啊，好笑啊！但通常这样子可能会选择直接跳了。叫，叫，我还以为是游戏里面的人叫，原来是外面在叫。过不去。我知道前面去哪。哎呦！后面太嗨了，那他是帮你加油啊！你跳不上，你没有跳上去啊？没有，没有跳，没有看到。第一时间没有看到，难怪刚生你妈的一定要掉下去。我跳。高低落差，危险。然后这边，哇，它这个平台会上升下降，你要等啊。还是他已经结束了，就是要等吗？他会下来吗？还是我跑够快啊？我觉得会不会已经结束了？我越来越低，你好像越来越低了。不是要去哪里？好像真的是这段越来越低跳。哦，那应该就是那个了，对，应该要速度够，要速度啊！我一个 W 按住不放开，是要等，我越来越低了。哎呦，踩在刀片上呢！嘿，一支卡，就这点咯。我一支卡，一点咯，好。六。啊！重新，好难哦。你少一颗腿，少一条腿，是被锤掉了。应该是刚刚莫名其妙。刚刚被砍掉的。只削一只脚。我如果直接撞它后面，应该不会断。那还说完，就顺着刀片后面走。这边是要有没有空隙？这边要等一下。你下去喽，掉楼喽，直接 enter 就可以了。哦，还蛮难的呢哦。猪压片。没有很舒压，我觉得不舒压。我觉得压力也是会油然而生。春桃，我去接他。叫。你
时间来不及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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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马上翻起来，有了。哦。我觉得这边应该是要一直冲吧，不要停吧，因为你不知道他从哪，你不知道从哪边会那个。可是我刚刚，我觉得我刚刚再继续冲的话就会那个，我就中了。他有空隙耶。对啊，在最后一段的时候好像有空隙，可是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标记啊，你这样突然停下来有点运气。哇，这一关还蛮难的嘛，直接重组升级，用翻着算了。啊，对你有个翻滚。对，我那方块用翻的可以，好像不行。有。没关系，这个我就可以冲到底了。翻，哎，你要把头丢过去，你老师要把头丢过去，天魔，走太快了，说，哎呦，奇怪，这个落差好像有点大。天魔，就是看来你没有办法输压，压力也蛮大的。后来看着我还 OK 啊，管他看我。哎呦，哦，差一点嘞，好危险哦，差点就打正嘞，真的，好可惜哦。根本你有没有趴下去洗时间啊？已经有，既然有这种方法，一定就会很开心。刀片喷射，哎，有啊，身体在下面吗？没有，没有。对啊，可是这样不会啊，我觉得会被撞到啊，不会。那你在那边你也过不去啊。对啊，到那边他也没有办法丢，需要手丢头啊，一定至少要掉这个最好完整到刚刚最好，好手好脚。哎呦，又来了，合体合体组合。哎，差一点差一点，我前面快来不及了。哦，有可以可以，这样可以看。哦，这样可以看。丢，要打丢准哦，丢，然后呢？找按钮，哦，从这边直接那个吗？耶！在这边重组，哎，你看他这边真的是一颗腿算你，他好像会有一个红色的部分，到这边都一定要有那个红色的部分。我在想，刚刚应该是会帮你重组，你先自杀。好，他自杀就好。不跳不跳，没有看到那个洞。哪里？哎呦，快点！哎，你是黏住了啊！我把延迟起身装死。延迟？喂，好暗啊，这个。故意的，哎，砍腿都会往前大喷，那也要角度跟时间点好啊。用刀片带你飞，哎呦，哇，差点跑太快了，想闹，碰到就行，上下没有逃，哎。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刚刚一直往后弹。没有啊。没有哎，那你不把身体找回来，应该是没办法。我们就这样试试看，把爱收回来。我就觉得后面应该会。刚刚。哇！过不去。哇！哭一声哎，太好笑了！打的乒乓响的，鸵鸟，驼兽，驼兽。没事没事，骑，蛮安全的。再骑，可以，稳的。哇，有，可以。哇，丢的不错。他都卡在那边吧。只剩头是红的，耶！爱很可惜，自杀换身体哦，我升级了。哎呦，刚刚是有个刀片。哦呦，走
我越来越不入了。哎、欸，我的手酸。哇！哇，还有小半边。我看到我在下面那边。跟你要偷吃布吗？我偷吃。你也知道还叫什么偷吃？你丢头好了，丢头还叫吃布。来啊，怕你哦。手弹投资不够啊！快了，快了，快了！你投，你没有那个、啊、投超过二十公尺啊，未进弹。哇！赚到了，赚到了，不太敢了，太高了，太高了，撞天花板了。我觉得还是乖乖先跑再说了。不想投资，可不可以走？不行。干 bug 天王啊！哇，投资不天王。哎，不太容易啊！我想说你是要在那边丢头，丢头。我也想在那边丢。马上被削烂。可以可以，我一定可以丢头。好，丢头大招了。第一次投资，投资哦，不够高。你可以往前跳一段，差一点。快了快了，我们头就快要到点了。那往右边一点，哇！你右边一点，那条直的应该比较有机会上去。那丢高一点，抛物线。这边右边那边感觉可以，不要丢猛，对对对，丢那边。哎，有没有？有。我觉得我们赶快跑算了，不丢了吗？走了，但投资啊，这边可以投资布，这边投资布还比较快嘞。在那边丢，手弹投。阿罗到那边之后还是要用丢的，怎么办？更惨，就用头丢头了。哎啊！投资部失败，投资部被制裁了。哇，太好笑了。有。哎。哇，这个不容易呢。我觉得应该是故意给人家投资部的气势。越玩越脑弱，真的哎，死法越来越奇怪，这个会精神衰弱呢，被那 BGM 害的。哎，傻小嘞，剩身体。哦。哎呦不。哎呦，会不会消掉啊？哇，砍脚胶！你看看准在跑好的，转角一直被削。我也很想啊。哎、欸，你的脚少掉一截了。哎、欸，真的，莫名其妙被削到一边，说不消了、欸。你拐一拐。好，走好，走好，走好。哎，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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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乖乖。过了过了，你看还好还好还好。哈哈哈！干不给投资部哎。过，可以去过了。你要往回了吗？没有，终于过。好累啊，这关怎么都可以过关？快了吧？你看，只要 enter 就那个嘞。对啊，只要 enter 就可以过，还不用自杀。哎呦，差一点。刺激，吃鸡不补血，对不对？把这射出去。Go， 射击。干都恭喜你够了，你还可以射穿。你以为抛物线？对啊，我以为他会射第一个那种什么比较讨人厌的玩法。没有，射一只小腿之后反而机动性很奇怪。歪的，越来越歪。走路歪右边。Go， 下面吧。极限就这样。有啊，那个。You made it。噔噔噔，还不错啊，其实。才就只有第一个没有完整而已。怎样？时间到了。怎样？差不多了吗？好了，很爽。很爽。这个我记得还蛮久以前就有看过了。有没有想说啊？还好我没有买。对，还好我没有買。还可以啦，就是消磨时间。可是以消磨时间来讲，我有其他想玩的东西了。也是哦、喔。对，所以就算了。就不缺这一款了。没错。好了，这个叫做什么 ？Ban and 什么东西 ？ED。有兴趣看看特价多少钱，自己买吧。我觉得还好。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了，感谢 Upcat Kingston HyperX HyperX 走他赞助播出。好，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我们的现在宅知道。好的，再见，晚安，拜拜。
拜。